雷欧聊四季，听你如不行。大家好，我是雷欧。今天来看越南人对上法兰克人，这场比赛是公寓杯的阿拉伯比赛哦。OK， 那先来介绍一下蓝方选择的文明是越南人。越南人拥有升级速度最快的经济特性啊，所以他升级这个一级伐木呢，跟一级农田哦，还有这个轮轴技术哦，升级速度哦都是非常快速的。而且它的这个经济科技呢，还不需要木材哦，就可以升级哦，只需要肉呢就可以快速研发。所以越南人哦算是一个经济偏强的文明。那越南人呢主要是打工兵单位哦，藤甲工兵还有强弩。啊，还有这个帝王战矛都是他非常适合出的单位哦。那后期呢，也可以转出血最多的毛相夫，420滴血的毛相夫作为坦克主力哦。OK，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红色选择是法兰克人。法兰克人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他的骑兵血量增加20% 哦。那他的骑士呢，拥有这个192游侠，大家熟知的啊，血量192滴，游侠最多血量的文明。那法兰克人呢，拥有免费的农田技术，而且吃果子的速度是游戏里面最快的文明，所以他在前中后期的经济都算是个不错的啊状况。那我们这边看到塔套是10人吃猪肉啊，这个算是上亿人吃猪肉，还把猪吃在野外啊，这个有点丑了啊，这个有点像我啊，这个看到自己的影子有点亲切，怎么把野猪吃在外面呢？偏丑啊。像 YO 这边吃野猪就是很标准哈，非常 OK 的，吃在这个城市中式里面。哦，这个也是新手们哦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哦，就尽量哦要把野猪吃在这个城市中式里面哦，不要吃在外面。好，那我们继续讲哦。那法兰克人呢，他的火枪哦也是后期很常用的，还有搭配自己的火炮，因为他的战矛兵哦只有这个2级这个2级工兵铠甲。遇到像是这个越南这种文明哦，你出战矛也打不赢对方帝王战矛，可能就要转更多的火枪去针对对方的骑兵，然后再利用自己的192游侠去突破对方的这个工兵单位哦，会比较适合。当然，你也可以转出投石车或弩炮，但是越南人呢本身也是有火炮单位的关系哦，所以你用工程器的话，可能会被反制回去哦。所以塔套这边的目标可能是要提早赶快升到帝王时代游侠还有火枪兵哦，及时转出来可能会更有优势一点。那还要再去打出自己的骑兵优势哦，打这个机动性的分推会更好一些。那 YO 这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自己的防线哦，尽可能的防线不要出现太大的漏洞跟防守问题，然后在打中间的时候打出骑兵跟藤甲工兵，好这些单位哦会比较适合一点打这个法兰克人。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两边的封建时代会怎么发展了。那我们想看到封建时代是两边都是开下了伐木场，好，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阿拉伯开局。那这边的开局方式是开了10人伐木哈，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多人的伐木的策略哈。那我也是蛮喜欢10人伐木的，但可是玩到后面都会发现，10人伐木很容易把这个木头快速撒完哈，反而会有木头过剩的问题，村民来不及出来哈。田都来不及造，所以有些职业选手们会选择9木开，而不是10木啊。那这一把的 YO 是选择了10木开。好，这边已经点下了1农1木了哦。越南人就是要打经济型开局哦，不然要干嘛？哦，对不对？就跟台风天要去泛舟一样，特别的刺激。好，那这边房子再继续补一下。OK，YO 这边是建立防线流程。没有积极的去进攻哦，防守还是很稳固的哦。两个人去围这个外围的木墙。好，那除了防守也有进攻哦，这是 YO 的一个想法。那 YO 呢是中国第1选手哦，他的实力呢是世界前4哦，不是前4就是前3，不然就是前2哦。那他要拿到世界冠军哦，目前感觉还有2道墙是存在哦。一个是 Viper， 一个是 Hera， 啊，只要遇到这2位选手的话，他好像会比较难受一点哈。但不得不否认哦 ，YO 的实力真的是世界顶级的哈。以其他游戏来讲的话，他就是顶列哈。OK， 那这边 YO 呢是直接用枪兵2支防守，相当稳啊。对方也是有拉一支枪兵过来看不会解掉一些肉嘛，或者是防守对方的骑兵。那这边枪兵数量实在是有够多哦，这边直接放弃。塔套这边是找不到缺口可以打出去了。好，YO 这边补了一个射箭场，准备要来转工兵喽。那越南的工兵单位呢是可以增加20% 的血量加成的，所以待会不管是要出毛兵啊，或是工兵哦，血量都会可以多扛一发投石侧的伤害哦。哦，可能战矛兵有点困难啊。一般工兵跟战矛兵要去扛的话，也是要先升级过后。好，这边看一下。 好，工兵也来到了3只，法兰克也是肉马加工兵的策略。那这个解法的话会比较困难，你不能只单用一般的枪兵哦，才可以解得掉。这里要搭配战矛啊，或者是要搭配更多的工兵哦，跟他打一样的兵种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哦。好，那目前越南啊 YO 也是打了工兵配肉马，但他的枪兵是直接往前走，哇，直接送掉，这个没有在控，这个没办法。啊，有时候太忙了就会这样子。 好，那这边枪兵呢，绝对不能送掉，一送掉的话，塔套这边的落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对，这边还是要先累积自己的工兵数量，累积起来，才有可能跟对方打一波。这边是有打算要包夹了吗？好，工兵数量来到了5只，36点的血量，第一时间上去砍掉了1只工兵，这边落马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好，塔套这边往前逼近。好，那枪兵一定要在后面哦。刚刚有讲，枪兵很重要。 你枪兵一送掉，对方落马就可以上来暴打一波。好，这边高地也不能上。那前期的工兵对决算是非常谨慎的哈。那这一集呢，也是有观众敲碗想要听我讲解这一局，那我会讲比较多细节的部分，那前面部分也会多讲一点。那你在打工兵对局时哦，这个工兵单位哦，尽可能站在高地哦。但如果对方单位真的太多的话，也不要勉强硬上，啊，硬上的话可能会出事。 就是尽可能的高地站着。如果你的兵量输对方太多的话，他可能会直接上高地跟你打一波，然后把你直接打成残废。所以尽量不要跟对方拼这个工兵数量。一旦有劣势的话，该下高地的时候还是要下高地哈。那目前 YO 这边的工兵数量相当稳定了，数量一直很多，因为他这边转出了双射电场。那这一点呢 ，YO 就做得很好。那塔到这边由于是法兰克的关系，自己要打赢对方的话，一定也要补。 一个新的射箭场出来，跟他打一个城堡时代的工兵对决。那工兵对决来说的话，是 YO 这边更有优势一点，血量36滴血哦，对上他的一般工兵只有30滴血，血量都有6滴血哦，可以多扛一发箭矢哈。那这个差距就会变得很大咯。好，那两边都是拥有血量加成的官兵啊。 YO 这边是弓箭手血量加成啊，塔超这边是骑兵单位血量加成啊，这个对决确实值得一看的。这一场比赛本来没有想要播，是因为打得有点太专业了、太正式了，怕大部分人看不太懂啊，还是挑一些比较看似精彩的，有这个起合转成。好，就是这场比赛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阿拉伯啊，打得非常谨慎的对决啊。 对，不会看到前期有太多的打斗跟火花的这个碰撞，所以看起来就会稍微单调一些啊。但是这等要练习起来，就会可以学到很多细节的方面。那我们这一看到 YO 一直在这个高地上啊，那就是玩工兵国的一个细节，尽量踩高地啊。那对方工兵数量也很多的时候，这边就是要拼升级啊，谁先升城堡时代，先升弩兵哦，谁就有优势了。塔套这边明显有优势，好不好？ 啊，这边一有劣势哦，马上就要拉走，就不要硬扛这个高地了哈、哦。这个高地一扛，你会越扛到头破血流、哦。因为之前有观众误会我的话，说工兵一定要在高地哦，绝对不能退哦，没有这回事哦，数量输了就要退哦。你就算是工兵文明遇到骑兵文明打工兵哦，你还是得退哦，人家升级就是比你更有优势哈、哦、的情况下，如果你有优势那就另当别论了，你没有优势就还是要退出的哈、哦。 好，那这边升级之后马上补弹道血，而不是先开城镇中心。但这个打法会比较适合纯工兵文明哦，像 YO 呢，这个越南人啊，或是玛雅之类的，都很适合、哦、这个一上城堡时代盖大血，然后补弹道血，再开城镇中心的做法。那这个特点呢，是让自己的工兵单位哦，更能去射掉这些在附近施加压力的这些骑兵哦。 啊，并不是真的要去针对对方的这个弩兵哦，因为以高手对决来说，他们都可以用弩兵去单手去躲掉弹道血的这个箭矢。好，那这边高地稍微回击一下，好，两边想要对射，但这边有弹道血了 ，YO 应该会有多多少少一点点的优势。但有没有看到他即使有弹道血，也不一定能射得到。好，这这个有点是吃操作的啊。好，这边肉马上去，但是没有第一时间想要打肉马，肉马直接上去高打低。这边 YO 的工兵数量有点领先，但还在涉及后面塔套的工兵单位。好，这边优先把工兵单位射掉很重要。OK， 再射一点，因为对方是黄金兵哦，能多射一只算一只。OK， 这边稍微拉开距离。好，收掉剩下的肉马。 那这样子 YO 就不会那么亏了哈。所以有人会说，哎、为什么不先射肉马？其实肉马刚刚也是可以先射的，但是由于他刚刚已经有打出工兵数量差距了，而且自己又在高地的情况下，好直接去跟对方换黄金兵哦，其实比换肉马还要更划算。好，YO 呢这边是点下了骑士，转一些骑士给对方压力。就算不升级哦，骑士这个体质哦，不管是要打战矛兵啊，或是打工兵哦，多多少少也是可以给到对方一些压力的哈。 OK， 那淘淘这边是补下了战矛兵的升级，所以也不用这么坚持哦。工兵文明哦就不能出骑士这件事情哦，骑士你是可以出的，但是量比较多。那如果真的要出骑兵的话，尽量以轻骑兵为主，去反制对方的僧侣。不然骑士出一多，对方很容易就会把你的骑士给招降掉，防守成本过于低于进攻成本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是出轻骑兵的话，对方的工兵单位也会有压力，而且也会有这个僧侣上被轻骑兵击杀的一个顾虑在。那骑士出太多的话，也会影响到你的工兵的量产的资源，所以这个骑士不能出多，稍微给对手压力就好。好，那 YO 这边是补下了3TC 开农，塔套这边也是3TC， 两边的农田数量是差不多的。 YO 这边甚至多了一点点。那待会哦，就是两边要来开始拼农田的部分了，所以应该不会去转太多的军事哦，转这个工程器制造所、投石车啊，或是弩炮、那这个东西是超级耗费资源的。那以骑兵国要打工兵懂，打这个工兵国家的这个策略哦，可能就会比较偏向于法兰克出弩炮或是投石车去压制了哈。那塔套这边已经是选择了工兵开了。 那如果你不是选择弩兵开或是战矛兵开局的骑兵国法兰克，你就会选择使用工程器制造所，去做个防守反击哦。然后再搭配一些僧侣啊，或是一些枪兵，或是直接转骑士，去防对方骑兵或是骑士压制你的工程器就可以了。好，那 YO 这边是有转出修道院啊，那这边可以捡生物呢，也可以去招降法兰克的骑士哈。 所以工兵国，不管是你是工兵国还是骑兵国，这个城堡时代哦，僧侣哦是一定要产出来的。你不产的话，就会少对方一个产生经济的方法，也少了一个反制的做法哈，让对方的压力哦会减少非常多。所以世纪帝国是一个蛮吃重心理战的部分哦，尤其是自己哦实力还不是那么强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给对方实力这个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对方往往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失误，或是经济上的一个农法失误，就可能就不开 T 是因为你给的压力太大，他以为你要强军事，然而你事实上没有想要强军事哈，那对方就不敢开 T C 的话，你就可以拿到一些经济优势了。OK， 那塔套这边是决定要来转出投石车，左边的部分有盖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后面这一波包夹看一下，这边工兵第一时间上高地，那 YO 这边的兵应该是没得打了，直接包掉。塔套这边也是点下了弹道学，完全射得很准，会有这个 miss 的问题啊。然后如果没空的话，好，工兵对决的状况就是老话一句了，高地一定有优势，还有数量上的优势。你数量多的话，一定是会赢的。像塔套这边哦，刚刚就是我们说的数量上的优势。 你一定要赶快跑，但这边没地方跑了，所以 YO 就直接放弃了。好，那 YO 这边是补下了品种跟一级弓的伤害补正。好，这边高地，但是有投石车，所以这里不会轻易的上前。好 ，YO 补在了高地，直接盖一个高地堡，但稍微可惜了一点，射不到黄金地段，但也没关系，射不到也可以自己驻军在这边驻守，防止对方挖金矿也可以。 好，那塔套这边是转出了投石车战矛，打法相当稳健。YO 这边押宝策略算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了哈，虽然没有把放在家里，如果你是遇到对方是骑兵国，你这样押宝的话，可能会有点风险哦。对方是马爆，你只有工兵跟少量骑士投石车，你是挡不住的，所以 YO 这边是有看到对方的兵种哦，所以才决定这样压爆。那如果对方是一个纯骑士爆，然后配战矛的路线，那你就要小心了，就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你有可能这根宝会盖不起来。所以什么时候压宝也是要看对方的兵种，你会不会暂时夹得住，让自己不会被秒杀。 如果你这一个兵村民出去啊，或者是你的兵单位正面迎击的话，有可能会打输，那就尽可能不要去让自己的兵哦跟对方有碰撞。好，那塔套这边是点下了帝王时代，那 YO 这边的时代稍微落后了一点，虽然转出了一些骑兵关系，而且还转出了藤甲工兵哦。虽然食物量是够的，黄金但是远远不够，黄金兵出了太多。 而且塔到这边是转出了战矛兵哦，战矛兵只需要木头跟食物哦，所以相对来说更省一点。黄金部分虽然现在塔到被控住哦，但是它现在有帝王时代的优势，待会城堡可能会插这个位置哦，先补在正门口，这里也是一个小小的高地，巨型投石机先开菜了，会比较重要一点。好，这边也不下马凯了，待会帝王时代还是要回归骑兵路线。 YO 这边也是预防性的，先转了战矛兵。那这边转战矛其实有点太能理解，因为基本上法兰克人没有什么东西好用战矛兵去解，除了对方出战矛以外哦，可能就是想用战矛打战矛之类的想法。 没投车，拍个一下没拍到。那帝王时代还有15秒才可以点下。YO 的话还有1分15秒啊，差距还有大概1分钟左右。好，骑士上前，好，先抽掉投车，压力就会小了一些。好，上升帝王点下了跟踪技术马凯化学。好，但是就2级射2级防，所以现在战矛兵点完化学。 就是3+3，然后4+2的体质了。这个体质哦，其实 YO 只要出藤甲工兵或者是强弩，也是射得赢战矛兵的。所以我刚刚才说，这个 YO 选择战矛路线哦，有点我不太能理解。因为如果你转战矛兵的话，就会遇到对方如果转游侠怎么办，对不对？帝王打游侠，大家游侠打你的战矛兵是非常轻松的。 我是觉得 YO 是没有必要去展出战矛兵的，继续产出更多的这个藤甲工兵跟强弩就够了。好，那目前看起来他的战矛兵哦都是在家里防守，并没有想要去外出进攻的。但果然被骑士抓了个正着，骑士直接解这一坨战矛兵解得非常轻松。好，海涛的化学已经升级好了，越南这边化学也是第一时间补下。 哦，而且还马上补了藤甲工兵的精锐升级哦。好，这组工兵还是有点难解。现在塔炮这里能解他的方法，就只有搭配骑士跟战矛兵才能解得掉。骑士第一时间要去点掉后方投石车，啊，这边骑士伤害有点不太够吗？还差一刀，果然，火车临死之前一发砸到，那还可以接受。 那这边应该可以稍微反击回去了，有点互相伤害。哇，这个战矛兵非常软。好，战矛兵最后还是被解光了。好，这边骑士有点被砍到了，这坨弩兵显然很残，只有49滴血，2只战矛应该能解掉。好，那看到法兰克人转出来重装骑士，越南这边也是补下了枪兵的升级，1级的步兵铠甲。 后方的工兵终于用骑士搞定了。好，那塔涛这边呢，要开始存一些肉跟黄金哦，找个机会把游侠点出来。果不其然，这边补了一根城堡，虽然不是这个位置哦，它盖的偏外侧，解决掉了上方的城堡，左边城堡也在互相伤害当中。这里谁先转出火炮，谁就更有优势一点。那两边也都是补下了火炮， YO 这边的火炮还在路上吗？好，才刚出来。好，但是法兰克人这边的火炮已经出来了。 但是有藤甲工兵，如果太往前真的要开炮的话，很容易被藤甲工兵直接反杀回去哦。好，所以这边先给藤甲工兵一炮，先把他打残。喂，YO 的骑兵给升级好了，就是我们刚刚开头讲到的工兵国对上骑兵国，后期重点哦，并不是要赶快把这个工兵先升级完，工兵你可以只先升攻击一就好，然后反正把骑兵点出来。 那 YO 这一把打的算是比较偏慢速度的关系哦，所以骑兵不用那么早升。因为 YO 知道他这边是弩兵跟战矛兵开，那如果对方从头到尾都是骑兵开的话，那你工兵单位哦，最多就升几个三级射还有化学，然后就要赶快去点一下骑兵的升级哦。那军营呢，至少要补到4个，那我是推荐4到5个。那 YO 呢这边是3军营开局，那这边骑兵的量产速度会稍微慢了一点。 好，塔炮这边是补下了手推车 ，YO 是点下了步兵铠甲的升级。好，那这边弓箭手是优先升攻击力，步兵的话是优先升防御力哦，会比较省资源，而且更好去防守对方的转兵策略。好，这边补下3农3木 ，YO 这边点经济科技压力非常的小，补上的话对经济还是有个不错的加成。 然后这边呢也是有点下了3级，哦，不是他点下，他有免费的3级农田，所以两边都是有3农的情况下 ，YO 这边有3木，优势就会更为巨大一点啊。多这10%的伐木效率哦，还是有感的啊。而且他的伐木工呢，还可以再慢慢产生黄金的效果，所以 YO 这边黄金哦跳得非常快哦。哦，当然是他还捡到了5生物的关系。那如果待会再点下这个纸币技术哦，伐木工可以产生黄金，会非常的舒服。 然后这边用藤甲工兵直接上前硬点点掉了火炮，那这边藤甲工兵数量有点被削减掉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直接集火点掉2只，要射到4发才能解掉2台火炮。那这边用藤甲工兵解掉火炮，让他这边前线的压力减得非常低了。接下来就可以用火炮啊、巨头继续往前压制对方的城堡了哈。好，那这边藤甲工兵要再继续补一些数量出来。 那塔到这边损失了2台火炮之后，这边是想要憋游侠出来的样子，资源量越来越接近游侠的资源。先用战矛兵夹住一下正面。修道院呢是一个圣物都没有捡到的关系，现在 YO 是非常有优势的那一方。通常呢都是骑兵国拿到圣物更为优势啊。 YO 呢这边是遇到了骑兵国打工兵开局的关系哦，所以遇到对方的骑士压制的压力哦会更小，会更能自由的去捡圣物。好，那下方骑士已经点下了游侠，1分半，攻击力2攻也点下了，工程师也补了。好 ，YO 果然转出了7骑兵。 那这边转7骑兵并不是真的要把它当主力哦，而是要拿去反制对方战矛兵的一个工具而已。我说，那为什么不转大象呢？大象其实也可以的，当然也是有可能会害怕对方的僧侣开始招降之类的。那转轻骑兵的话，机动性也好，待会要去骚扰后方单位哦，也会比较好用点。所以以战术层面来看的话，轻骑兵是优于大象的。 好，这边往前，墙壁直接往前管了。这边压制是为了让自己的巨型投石机有个良好的掩护，让对方的火炮不敢往前。巨型投石机在后面继续输出。好，这边前面的枪兵直接被战网兵给解光。然后这边是吐下更多的骑兵跟枪兵。游侠上前，19游侠已经成型，但是3攻还没有好，伤害还是有点差。12+4的伤害，16点而已。 好，这边藤甲工兵继续输出。好 ，YO 这里继续补藤甲工兵，数量要去稳起来，伤兵也要继续出。好，这个时候军营已经补到第6个了，好，第6个还在盖，但是5军营在铲骑兵的部分。好，战矛兵继续往前推，有枪兵就打枪兵，有藤甲就打藤甲。三毛兵就是这么的优秀。好，那游侠果然压力还是很大哦。那这边呢，就是变成一个资源交换的部分，谁先把对方黄金耗完，谁就赢了。所以 YO 这边尽可能用强兵跟对方交换资源是最好的选项。而且藤甲工兵本身高价也比游侠还要低一点点，所以两边换侠，感觉是法兰克这边会更吃黄金一些，而不是藤甲工兵越南这里。而且越南这里是拥有5生物，再加上子币技术的黄金优势，所以 YO 这边策略很简单，只要把对方穷死就赢了，即使不积极攻城，只要能守住正面，然后用轻骑兵去骚扰后方哦。 哦，像这样子，少派一些轻骑兵去后面抓一下挖金矿啊、挖石头村民啊，哦，这样就足够了啊。那前面就尽量用藤甲工兵加枪兵夹住正面，不要让对方吃硬推掉自己的城堡，啊，这样就 OK 了。那当然你也可以转出中型投石车啊或火炮去反制哦。那对方有火炮的情况下，中投就不要升了，直接用火炮去压制对方战矛兵就可以了，让对方战矛不会那么容易往前走，就 OK 了。 好，藤甲工兵到城堡里面增加一下城堡伤害。哇，这个射后方的战王兵效果非常好，呵呵吃到非常多的城堡伤害啊，地上都是战矛的尸体啊。OK， 卡到这边补下3攻，从意识到自己的游侠伤害不足的问题。后方的火炮加上巨型投石机在输出。好，这里点掉了 YO 的火炮。 好，这边肉马直接往后，这边要拉一些游侠回手一下，不然这边战矛兵能解得掉吗？解不掉吧，因为战矛兵只有1点的伤害，所以游侠到高地直接包抄这一坨藤甲工兵，这波藤甲还要继续往后拉扯，枪兵要继续补过来。好，战矛兵终于顺利解掉了一台巨头之后，还是被城堡加上战矛兵的伤害给解掉了。好，打完这一波大战，3攻才刚好。 然后却损失了所有的游侠，打出了GG。觉得这一波有点冲动了，不过等了3攻好，可能结局会有点不同也说不定哦。但可能也会差距不大，毕竟自己的这个游侠已经损失了全部数量，而且黄金数呢其实也不是很够用。这个黄金一旦被控住了，YO 的优势就会非常巨大，毕竟人家工程的资源会花费更多去解这根城堡。 反正是 YO 这边的黄金会源源不绝的产生出来，可以继续打更多的黄金兵。所以这一场实质上是法兰克人被穷死的，而不是真的被 YO 秒杀死的。但我觉得 YO 这边策略也是相当正确哦。拿到5生物之后，就慢慢归啊，打防守战，只要能守住这个高地哦，就算他赢了。然后在上面这个城堡呢，有盖下去，控住上片黄金，好，这个都是打阿拉伯的一个细节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那经济的部分呢，是由 YO 拿到了植物跟食物、木材、黄金、石头全部都有的状况啊，真的是把对手饿死了。黄金差了快4000。那食物 KD 的方面呢，是法兰克人 KD 比较好，但是却输掉了比赛。好啦，那么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这喽。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各位，拜拜。